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，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避风所。能够做成一件事情，证明自己还有价值，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靠山靠人不如靠自己，上网分享你独立自主活出美丽自我的小故事，就有机会获得顶级护发招待券、头皮疗养折价券等限量好礼，让你宠爱自己，完美再出发。活动详情请上女力时代超证据粉丝团查询。